我是阿辉，招牌口头禅。蔡培慧恭敬深蓝票仓中心新村，走进第三市场。向摊商请托拜票，蔡培慧刻意口罩往下拉一秒再戴上，这个小动作为的是让选民看清楚他的脸，加深印象。很多来吃早餐的都是年轻的帅哥，那他们其实都是科技人才，因为我们公营院有很多计划都在这里进行，因为我一定要打造南投的经济发展，我一定会发展科学园区。民进党党内高层透露，蔡培慧好感度提升，显示请走南投耕耘有成，选情看涨，对手林明珍前县长频遭质疑位子出征卡位铺路，这回毫不避讳与儿子林如冰同框。李明珍多次遭抨击侏罗纪公园跳票，坦言没效益才换热气球，如今选立委加码再喊，车子停在我们这个鹿谷的立体停车场，然后再搭这个高铁的这个高架的一个单轨列车啊到溪头，我相信我们有梦想在实现这都是非常非常让人敬佩的有梦。